整个偷跑出去都不揪。哎，他怎么那个巧克力还金闪闪的？舶来品哦，来偷吃看看哦。哦，蛮香的。哦，怎么那么苦啊？哦，有没有腿啊？哎，汽水啊，啊，没关系啊。哦，我怎么那么苦啊？又更苦。哦，好苦啊！怎么放那一杯在那边呢？哦，怎么了？你刚才啊？你不要抢着吃啊！哦，啊，你每次放那么多苦的在那边干嘛？我今天要办苦的单元，吃苦的单元。你没看我去全联附近买苦瓜、哦？啊，你也说好嘛！哦，实在说贪吃，活该呀！哎，好啦，我们进入我们的单元。好啦，回来啦！哦，今天呢，哦，本来就是要吃苦比赛啊，刚才用太贪心了，先偷吃了。怎么偷吃啊？啊，少废话，少废话，快速简介，好、哦、来。今天我们的关卡是99%巧克力哦，还有这个苦茶，刚刚还用头喝的苦茶哦，好再来啊，黄连粉哦，啊这个是另外一个中药的一种，然后说黄片哦，黄片，好再来苦瓜，那苦瓜到时候我会一人一半哦，啊吃完之后按码表结束。好，我们今天哦比赛哦也是要有个胜负之分的，啊输的话，输的怎么办？输的话，请吃晚餐啦、啊。那卤肉饭也是晚餐啦、啊，卤肉饭是晚餐，看看我多少钱。啊，你是没钱是不是啊？小小，都零钱呢、啊，还真的要吃卤肉饭呢、哦？哎、欸，不要闹了啦！哦，你这样要跟我赌哦？要不然你要赌多少吗？不好找啊，看你诚意啊。我是怕你赌不出来。好啦，那我们想清楚了啦，阿勇最后决定是跟我赌1000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啦，就1000块，好，拿出来，1000块，怕你跑掉。我还怕你跑不了，怪到自己吧。来，压在这里。啊，今天是我们晚餐前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谁先开始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你先开始。好，一号选手就定位了啊、哦。啊，我阿用啊。好，来，我先准备好，来，我数到3开始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布，巧克力，来。苦瓜茶，哎，中毒哦！快点喝掉，快点喝掉！我刚才做完搞的，30秒了哦！我好苦啊！哦，喝。开始做我了，这是第二关呢。少废话！来，你的1000块要飞走喽！1分钟，来红莲粉，怎么样？你要跳卡？好，来，黄片，我你的嘴好黄哦！啊，最后一关，哦，最后一关是苦瓜，哦，来，生苦瓜。什么啊，木材哦！那硬人这样子怎么吃啊？这样煮熟才能吃啊！他一开始吃还好，可是后面越吃越苦哦。你看我吃到都流眼泪了。黄片，来，哇！啊，这关到底怎么吃啊？用嘴吃嘛，来，拼看，拼了！好大口哦！哎呦，直接上这样吃一半就好了啦，不太大了啦。啊，一半，好吧。啊，一半。哦，我还真的不知道生苦瓜是这样子。平常都煮汤还蛮好吃的，然后真的苦哎，我真的觉得这是算里面目前最苦的。悠悠。
你是演的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妈，你等一下吃你就知道了。听起来像吃苹果，好香脆哦。我觉得我会给它整慢慢的上汁了，苦辣一点，不然全部综合在里面。再来啊！男子汉就像吃生苦瓜。再来再来。苦瓜，吃到后面慢慢有甜的味道跑出来，回甘了。我觉得我那黄片还是18里面，太硬了那个木材。舌头伸出来，舌头伸出来，我靠，超黄的。好了，停，来，4分39秒。二号选手就定位，好了好了，预备开始。哎，干什么？哎哎，跑去哪里啦？2000块。